好，我们非常期待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到你的粉丝页上面去看看今天的照片跟作品，对吗？好，那今天 Doris 也帮我们要担任领旗的工作了。今天有配速或是目标吗？今天没有任何配速，就是你们都不准超越我。超越我，咖啡一杯哦，谢谢。但是呢，讲一句实在话，讲一句实在话。骑在美女旁边，照片跟镜头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骑在你周围的话呢，这个镜头就会变多了。那你是一今天有没有特别骑？还有两分钟，再来一次。反正你们就是不要骑太快，跟着我骑才可以欣赏到南投最美的风景，还有最好吃的美食。其实到了国姓啊，跟埔里真的有很多农特产。的受欢迎，那我觉得我们办这场活动的宗旨也是好好的把我们台湾在地的精神，然后土地的风光啊，通通都给分享出去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心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